呀，大家好，我是流星。那上集呢，结束了对游击兵3A的系列赛，也对决到了 Degrom 啊，可惜是没有从他手中敲出安打，是选到了两个保送，还有一个超痛的101迈速升球啊。那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这个西雅图水手3A球队塔科马瑞尼尔，那我们就开始吧。这是今天对面的先发投手，今天第一个打席就是一二垒有人的 chance。啊，这颗捡了、哦，这一颗呢，有了，打在中右外野方向之间的安打，属于哦 ，OK， 一棒清垒啊！今天首个打席就是一支清垒的二垒安打，还带有两分打点啊。Pass， 这一颗打得不错哦，中间穿越安打，那我就再冲回来一分。OK， 第一局就拿下三分了。第三局现在依旧是3-0啊。要球，要一坏，要两坏。哇，被曲球吊到，两好两坏。这一颗中外野接杀没了。第四局，哎、欸，哇，结果这个漏掉了，没有接干净，久违的失误啦。这个打得比较强劲了，没有接干净。第五局又是一个一二垒有人的 chance， 来道歉一下。这一颗红中偏高的，直接啊！哇，哎、欸，我以为出去了哎、欸，我想说可以道歉一下的，啊，结果怎么在墙前被接杀、啊？我想说左外野手看起来已经放弃了，结果没想到最后是中外野手去接到，哎、欸，结果对面逆转了，这边有任务了，啊，他这个是要选到保送，选选看啦。为了任务去选，哇！就他两颗球都直接塞进来了，这个我只能先破坏掉了。啊！结果这个坏球被吊到了，枯萎。哎呀，结果第一场比赛居然是输掉了。今天的打击内容除了最后一个打击，前面几个打击都还算打得不差呢，有点可惜了这场。今天对面的先发是 Ryan Jensen， 今天第一局，一好一坏，啊，拉太早了，可惜，啊，这个捡了，哇，第二局对面两分了。这颗很强劲，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打，哎、欸，哈，这我的锅吗？这不是我的锅，是一垒手没接好。哎、欸，我想说这颗应该没问题的。第四局，现在4-1落后。哎呀，高角度的球。钓鱼咯，钓到大鱼咯，打出去就知道了，超级扎实的一只 solo shot， 呵呵，尽力，这个红中的狮头球啊，一打到就知道钓到一只大鱼咯。哇呵，嘿，上锅喽！第六局啊，现在还是4-2落后。哦，这颗放掉有点可惜，稍微犹豫了一下。这一颗平飞，哎呀，
太平了啊，结果直接打去找右外野手，这个也是打蛮扎实的说，最后一局了，这边有一个任务啊 ，Power Swing 啊，现在对面又追了一分，变成三分差落后了。这一颗又是红中的球，再钓一只鱼，双响炮啊！哈哈，任务也达成了，加油啊，队友！敬礼！四位哦，可惜今天打的都是 solo 下的、啊。两只全垒打都只有一分打点，这一颗又是一个红中球啊！呵呵呵，哎，结果今天虽然双响炮，不过还是输球啦。哎，等一下下，什么意思？哇靠，真的假的？太快了吧！哇靠！太快了！等一下，是可以这么快的吗？哎，我才刚上山没多久，不是吧？好了，先不要惊讶了。这边我虽然已经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这边还是先翻译一下啊。好嘞，那这边总教练来跟我说，恭喜我，球队高层决定要把我升上去了。那这边有这四个选项啊，那这边我选第一个吧。这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啊，我真不敢相信。这边总教练说，这是我靠自己的努力，还有对自己坚定的信念换来的啊。我让很多人感到很惊喜。那这边有三个选项，我就选第二个。谢谢，我已经梦寐以求很长一段时间了。这边总教练说，把握机会，他不想看到我下周还在这边瞎晃，现在就去收拾我的行李啊。OK， 来到大联盟了。He's made it to the show. Jake Peavy, former Cy Young Award winner. What do you recall about putting on that Padres uniform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02? Well, before putting it on, Roflo, I remember walking into a big league clubhous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seeing Peavy 44 hanging on a locker in a way, seeing Trevor Hoffman, some future Hall of Famers in this room, was scared, was excited all at the same time, asking a lot of questions, but ready to prove that I belong at that level. Carlos, I was so grateful, so excited. One thing that caught me by surprise is I was extremely nervous playing defense, like just being out t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ose big stadiums, packed 50,000 fans, playing defense, I was extremely nervous, yet at the plate, I was able to find my calm. So I had to work on how to control my breathing between the lines. All that work has paid off. He's finally made it to the bigs. 好 ,OK, 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之后会再靠后置把字幕放上去啊。哇，真的是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来到大联盟了，我现在才18岁呢。打第一年，马上升上大联盟。超级猛！那接下来呢？等一下，哇哇哇！各位，哇！我升上大联盟的第一场比赛就有机会对决到林玉明了，哇哇哇哇哇！那待会呢？我预计这一集可能会直接打到这个洛基的比赛结束哦。那我们就赶紧迎接大联盟的第一场比赛吧。Corbin Carroll， 哇！我们洛基的战绩有够屠杀哎！太狠了，太狠了！哦吼吼，对面的先发投手林玉明，总算是让我对到你啊！我大联盟的初先发，今天第一个打席啊，林玉明，要球，哦，大曲球，球速落后哎，哦，同乡的不是这样对决的吧？哎呀，这是界外球，又是打成一个界外。哦吼，这颗没有捡，这一颗没有打好。有了，哦，我大联盟的第一支安打竟然是跑出来的内野安打。嘿嘿，林玉明。我的手腕就是你贡献的哎，虽然这颗打得不是很好啊，不过也是展现出了我的这个脚程啊。这一滴 Martinez， OK， 哇，
可惜被一垒手扑到了、Nice play。哦吼吼，这就是大联盟啊！第三局我们已经率先攻下一分了，现在是二垒有人的 chance。哦，被高角度的球掉到了，也好两坏。哇、哦，高角度的，哇，哇、哦，结果他这次都是塞高角度的球，我瞄低的完全没用啊。第二个打席被他报仇了。第六局，林玉明还在投，现在是2-2平手了。李哥曲球抢到好球。哇 ，slider 球速落后，碰成界外了。这一颗打成中外野频繁飞球啊！第九局现在还是平手啊！哎，这颗捡了外焦海哎！这一颗平飞进手套，哎，这个打得不差耶，好可惜耶，哦，最后队友还是拿下这场比赛，是哟，虽然我没有看到最后是怎么赢下来的。今天我们的先发投手是 Bueller， 第一个打席，二垒有人的 chance， 一好一坏。中间平飞安打，这个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安打了吧？哎呀，可惜了，感觉有机会的，我的速度还需要再继续增加。这边有任务啊，这边就这个吧，比较简单，打个一垒安打。呜呼呼，近身球，连续两颗坏球。界外啊！哇，低角度的球！哇，变速球被吊到了，出棒太早。第六局，这一颗。哇！结果在外野被接杀了。第八局，一二垒有人的 chance。哇！可惜这颗出棒太早，他速球只有87迈啊，有点太急啊，球速落后。这一颗，哇 ！OK， 还没有传好，想说被他扑得那么漂亮哦，结果他最后是没有传好啊。哎、欸，这个被美记没收，不过他是失误，传高了。Mookie Betts， 哎呀，结果被三振了。Yenner Diaz， 哎、欸，我不是记得他在太空人吗？哇，结果又被三振了，大中计呀、啊！哦，这我们又再见安打了，是不是？这场一样没有看到最后的获胜方式啊。今天的先发投手是 Grattero。今天第一个打席，哇！结果第一局就掉两分。哎呀！哇！结果是双杀，直接打去找野手了。第四局对我追了一分，现在一分落后。界外球。两好两坏，满球数啊，破坏掉。这一颗在左外野被接杀，我球没打好，哇，队友直接炸掉了。哎，哇，结果他没有接干净。第六局队友再追了两分，现在三分落后。
插棒，一好一坏。哦，两好一坏，两好两坏，打篮界外。哎呀，这颗又打在球的下缘，界外区被截杀。第七局这边有任务。这一颗，欧巴，带有一分打点的二连打，水啊！是我大联盟的第一支长打，也是第一分打点啊，手打点。哦吼！这一颗，哇！结果只是一个内野高飞球，没了。第九局，哦，对面十分了。打到坏球，哎呀，这颗可惜，插棒。啊！结果没有收棒啊，收棒来不及了。再见三振，哇！最后被那颗球吊到了。今天的先发投手柯晓，今天的手打席。哎呀，出棒太早。嗯，他的球速比较慢哎，都出棒太早。两好一坏，破坏掉这一颗，哇，没打好。第四局，现在1-0领先了。哦，外角变速球太急了。这一颗强劲的中间，结果被拦住了。哇，第七局现在2-0领先。嗯 ，high fastball。哇，内角滑掉到了。两好两坏。满球速，哦，界外球，这一颗中外野放弃了，炸裂！大联盟首轰出来了，对呀，这个满球速的对决。大联盟的首轰，耶！哦吼，超扎实的中外耶，全垒打！都不理的，首轰的传统。OK， 我们最后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应该是靠着这个柯晓的压制啊，拿下了最后的胜利。这场我也总算是敲出我大联盟的首轰了。今天的先发投手是 Phillips。啊，等一下，我不是记得他是后援吗？今天第一个打席，一好一坏。哎呀，没打好，球速落后，两好两坏，满球速，
这一颗，哎、欸，这颗也是很强劲哎。结果又去找三垒手。第四局，对面先攻下一分了，二垒有人的 chance。插棒，那个球很刁钻的，哇！结果被滑球吊到了，哦，这个大坏一球，结果我还去挥。第六局，我们逆转了。哇，低角度的变速球。两好一坏。两好两坏。这一颗。炸裂。连续两场开轰。嘿嘿。哈哈，敬礼，对哦，大联盟第二轰出来啊！第七局，我们已经炸七分了啊！连续两颗坏球，啊，这颗捡了 ，what？ 这颗中外野接杀，哎呀！第八局我们十分了，这边任务就选个这个吧。至少送回一分，拉太低了，一好两坏，这一颗，哎，又是平飞金手套，哇，这是大联盟真的是不好打哎、欸，我发现上大联盟以后，好几颗都是蛮强劲的，结果都是出局了，不过我们这一场还是拿下最后的胜利啊，这场火力全开、欸。He's just hit his first career home run. Carlos Peña, you hit 286 home runs in your career. What do you remember about home run number one? Well, the first home run I hit went the opposite way. So that's good hitting right there, Jake. Right. I got a pitch out over the plate. Gil Heredia threw me a fastball out there and I crushed it. Placata, left center field. And then that same game, I went deep again versus Vizcaíno for my second homer of the game. So it was a two-homer night for me. Were you able to track down the ball? No, can you believe that? Whoever has my home run ball, my first home run ball, come on, give it back. Now, how much tougher is it to hit a home run at this level as opposed to other levels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Well, you know what? When you're between the lines and in the batter's box, you know, everything becomes the same, right? You just have to see the ball, hit it, get good contact. So that's the same. I'm just talking about the pressure around you makes it that much harder. And of course, the competition is better on the mound. So the likelihood of you going placata in the big leagues is, you know, lower than in... Well, I'll speak from getting in the box. Even though I was a pitcher, it was hard enough, Rofo, to make contact.Making contact versus a major league pitcher is a very tough thing to hit a homer, even tougher. Yeah, three home runs in Jake Peavy's career, including one against Brad Penny, where? Dodger Stadium. Look at that. There you go. That's a memorable homer. OK, 刚刚那应该是对我的手轰在做一些讲解。并没有。我一样会再靠后置放上字幕啊。好，这边是打击教练说他不记得我最后一次选保送是什么时候了。我送大联盟好像还没有选过保送啊，所以他希望我能加强一下我的选球能力啊。OK， 好，我们上大联盟后第一场面对响尾蛇的林玉明是拿下了胜利，之后呢对洛基的这四场比赛是拿下三胜一败啊。这道奇在这游戏也太猛了啊！而且我真的没想到我居然还没换到的秀二世，然后我就已经上大联盟了，真的是感觉有点太快了、欸，我都还没适应好3 A， 结果就已经上到大联盟，现在打击率有点惨。不过我还是轰出了两发全垒打了吧？那这集就到这边吧，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